今天来到的是 Senhak， 然后呢，我们要前往的是地图偏中下部分的 Painan。之所以跳 Painan 最大的原因，是因为 Painan 算是我个人还蛮喜欢的一个点位，在 PC 版本，它是我跟我的双排队友一起练习的一个好地方。虽然 PUBG M 跟 PC 版的某一些屋子的格局长得不太一样，但我依然相信我在 Painan 可以有一个好的表现的。Let's go， Let's go。这把跳伞有点失误，掉了四个人，五个人，哇，没事没事，小失误，可以的。有枪，打两只可以，还有人，打三只，好，刚刚落点的三只都没了，前面小失误不足为惧，哎，对面还有哎。在对面，没你呢？听到了，水哦，打到头了，那应该没了，这应该真的没了啦，这边人也太多了吧。我相信没了，我要大无畏去收东西了。有人呢、欸？弄楼上。可以，这应该是外面后面跑进来的。哎呦，山上，这边也还有，真假的？对面。用一颗手榴弹制裁他，水哦，然后山上还有人，没看到山上的人在哪里？看到了。三倍镜打这种距离有点吃力，
好了，现在可以离开 Pandan 了，应该没人了。前面刚刚有枪声，我们过去找找人。哦，看到了。他在打桥上的欸，我被射了。哦，这张地图真的很刺激，因为很小，所以人很密集。因为下个烟在填包，我需要一把打远的枪，四倍镜。M16 或是狙击的，好像都没有。哇，那你尴尬，没关系。步枪的背镜够高的话，其实也是能够打远，只是伤害没有像一般的连狙来的稳定。我后面还有人呢，杀他杀他杀他！哦，没有想到我用三倍镜这个距离也压得死，哇！哦，感觉我有进步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OK，M16，有人呢、啊。真的有人呢、欸，被我听到了，哇，差点被他打死。他们人真的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多很多，都不要再有人了。补血的时候是最虚弱的时候。OK，好，好的开始，好的开始，这是一个好的开始。范肥，接下来就要想办法往圈的中心点移动了。然后呢，这张地图因为很小，所以很容易会造成碰撞。然后有人听到枪声，很可能就会偷袭你，所以会有黄雀的顾虑。所以一定要小心，甚至是都会有一些玩家会趴在那个草附近当伏地魔。这种时候，你眼力就是要全开，确保自己不会被对方的伏地宝宝给卑鄙偷袭到。前面蛮近的，有空投哎，在我下面呢，很近哎，哇，在这边啊。哦，哦哦哦，被狙到了！我看到了，他在那个下面。我是三级头盔，所以我还扛得住他的一发伤害。我要等我的血量再往上补一点点，继续跟他对枪。那走位的空档。战斗还没死吗？被他狙到一发了，他其实也是蛮准的。PUBG M 单狙狙筒本身就有点难度，而且二来是 PUBG M 的三头是随时都可以拿得到的，就是路边可以拿得到，不像 PC 版是空投箱才拿得到，所以单狙就强度就没有那么高了。我自己觉得，啊，这边怎么会有两个空投箱啊？对，太好了啊，有 hold 住。他好像也是三头，所以，不错不错，可以去拿他的三头，我的头快爆了。他们好像都没有拿到太强的枪欸，旁边不是有很多空投吗？见鬼了，AUG。
一定要拿，这把枪太棒了。他们空投也太多了吧 ？AWM 理论上要拿双扣筒枪。剩六个玩家，打得小心一点，会很危险。可是我只能够趁现在。首先要排除这个屋子里有没有敌人。来上，没有，好，太好了。看上面有枪声，上面确定有人，对岸也有人，对山也有人。我这一面的那个山上的敌人，他应该会想办法要靠我这个建筑区域。他在移动的过程当中，我要把他打死，这是应该算是我进准的机会。找到了，好，我这一面确定没人，剩下都是在对面山区的，感觉会有很多伏地堡包围哦，有点很大。先稍微的干扰一下对方，丢两颗完全无关紧要的烟，丢右边切左边，然后那个两颗烟帮我拉一下敌人的注意力。哎呦，我被看到了，看他了。水，敌人，看到，最后一次的机会，打他的头，另外一只没有在屋内吗？没有在屋内，可能就在左边了。真的要很小心。没看到，这时候要用无胆的，没办法。这没有掩体的地方，如果他在屋子里面，他可能会趁我奔跑的时候打我。也在屋内确定。他不在 NG 之内，他势必要出来。对，他出来的时候就变他。碎啦！虽然后面压枪有一点不稳，但是还好有把握到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耶！哇，感觉我对于PUBG M 的那个灵敏度还需要再抓得更准一点。刚才那种 PC 版的话，应该是直接他就死掉了。就 PUBG M 的话，那个我整天这样跑来跑去，跑来跑去，没关系，毕竟四月才刚上市，还可以再练，还可以再练，吃鸡了，吃鸡了，耶！